你是能不能再待半年呢？那我想待个待着。我俺老婆她在那什么？你是人家走了不行，人家走了做生意不好做了。嗯。人家在那待着，她这边能等。那你总待多长时间也不行呢？生孩子也一块回去让她省钱嘛，一块回去让她省钱。孩子也领走。那再回来，你不嫌你们待的时间长吗？俺老娘好呀，俺老娘是那个什么，这老人。